다수모란. 现在就可以看到喷头以及喷头墨针。 好， 平台上先垫张废纸。 将一个纸杯对齐喷头下方放置， 用针筒套上软管抽取清洗液。好，可以用针筒软管插上针头，并一手按住墨管，一手按住喷头，一手有节奏的挤压， 隔1秒钟挤压一次。 好，停下。然后回到针筒，将喷头的清洗液抽出。等一下。然后用手抠出软管。 然后取出废墨杯以及垫子。 好，拜拜。好，安装清洁键，3秒以上，不用拍这么近，拍这么，把这个自动清洗。
行。